战高考的号角已经吹响，高三战士们紧急行动起来，决战高考。高三我将卧薪尝胆，一百天上坚持六十分。这个队这把腰都打下靠了，给死了，给人死了。我应该留在重庆读初三，然后考高中、考大学。我当时是不是选错了？他们不喜欢读书，你让我读书，用我的青春来证明他们的错误。不考会死得更惨，考了还有希望呢。看新华社的一条消息，说我国将会出台高考改革方案。第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要探索招生。欢迎参加，有两米和一半的距离。迎战高考的号角已经吹响，所有的高三战士们，紧急行动起来！以大无畏的精神，以压倒一切的气势。立刻寻求决战高考，让我们共同挥洒汗水。高三我将卧薪尝胆，一百天改变命运，一百天向坚持六十分，坚持到底，用功发现。闭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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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十二班全体同学上。第一线四百，高线五百，本一，本二十。1000，第一兵团就是你们，你第一兵团更跑得快一点，后边绝对跟上，对吧？你不能你很慢，后边同学怎么跟上你？你怎么成榜样？对吧？那名牌大学怎么能敞开你，给你敞开门？不是掉馅饼怎么能撒你口？要不怎么？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有什么样的班主任就有什么样的班主任。我今天学完是一口号，你听口号听好。好的班主任带着那种气势。今年的高三，现在来看成绩不够理想。这次百校联考又给我们敲了警钟，高三危机。今天咱们这次会提出一个口号：抢救高三。现在的很多的孩子，特别是最近这些年，沉迷于网络虚拟的世界里。什么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前途，没人去考虑这些，不懂得什么叫刻苦，不像当年的那种热血青年。所以我的激情教育就是要培养一种激情，让他有理想，让他有奋斗的目标。一二低一点，然后三次让他高一点，就一二三次，这样就起来了。要不然老显得那口号声可响了。能不烂的，中度，吹一挺不小的，必须不举招来也能够。所以铃一响一块儿响，铃一响一块儿响，集体生活不能互相干扰，发生集体的这种氛围，来激发他们的激情。你看他现在高三的应届的学生，你看到没有？应届的学生基本上现在6:04，
保全了。你这午晚休你再不保证好，上课了困了，你做检查。还不是孙强呢，院长啊，今天晚上不是数学联排啊？啊，他是找了一套卷，找了一套卷，是这个衡水那边的。我直接从7:05干到9:05，直接把套卷做一下。语文组小冯这是什么情况？从出题机制这一块，他总好自己去找，没有发动和利用组员，自己找可以，但是必须每个人都得提供，他不能养懒了吧？对，您讲的，我感觉还是背后组长没理解到什么呀？他没理解到，他认为组员只是找好题呢，其实他没理解到，你还得保证你的组员每天多做点题啊。他可能这层意思没理解到，这个举措的。我这人呢越想越懒啊，对，越干越有劲儿。这你不错。再一个，你看到小宋那个劲头，他那工作状态，那你想好了？我自己找。你张小宋弄得这还行。我学校的老师确实，他们是有一定工作压力，哪个地方没压力？美国的学校没压力吗？那北漂没压力吗？在北京打拼的那些年轻人，他们的压力更大。叔叔，叔叔，实现不了这个梦。现在对你的高三重视了。他们李校长有指导思想了。会议说之前啊，沟通一下，是吧？像这个，尤其是，我觉得小松这样，就是我知道你也不说他，你要是再说他，小松也就崩了。这个人都是有个极限的。对，我不说他。高三的任务就是本一过500，本二过1000。这一周班主任的工作节奏明显又提升了很大一截。李金池校长来京中学之前是3000多人，截止到今天，京中学现在是师生8000多人，数量上净增了5000人。3年之前，我们是石家庄市的四流学校，招收普通高中不要的学生，上不了的学生。现在我们只招收石家庄市内前5000名的学生。那么这都得益于李金池校长到任之后，在石家庄京中学开展的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3件齐发的教学理念的指导下。我是邢台来的家长，像咱这种就是说半军事化这个管理，比如像有一些学生，我是不叫军事化，也不叫半军事化，就是激情教育这种模式，就是说有一些学生，比如说体力上或者是心理上，他承受不了怎么办？全在那个问题啊，他们这个年龄，他不是老头，他怎么承受不了？很简单的事，天天学习活动，他怎么承受不了？这个承受不了，他将来还挣什么钱？我怕镜头，怕面对镜头，就是我们这个课堂模式就是要颠覆传统的课堂，就是要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就是要以学生为本，学生要做课堂。24，24，24，所以有没有正确答案？没有。哎，好，与其说这是老师编写的时候一个失误，不如说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对吧？所以勇于质疑，老师非常好啊。无论是我们的教育思想、办学模式，还是我们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还是在育人模式方面，还是在课程改革方面，我也都走在全国前面，都要在石家庄打造省会的教育品牌，而且走向全国，把京中学办成全国名校，这就是我的第二个教育梦。我曾经担任衡水中学校长12年，衡水中学当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非常薄弱的农村地区的一个高中。在我离开这个学校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一所全国名校。后来到教育局工作，做了几年局长，感觉做校长对教育的贡献可能比做局长更大，于是毅然辞掉了教育局长，来到了石家庄京中学。2010年的春天，这所学校已经濒临倒闭了。我跟你说，你有怀孕了，女孩子有怀孕，
打架太常见了，每周都有打架的，那动刀子的，打架太常，打群架，一班与班的打群架。学校领导找到我说：“李校长有什么办法？”很简单，不用发愁，立即把这个班拆分掉，然后把这个班的孩子均衡的分配到其他几个班，剩下的四个坏小子让家长领回去。如果你们非要在金融街上学的话，那么你们就带着孩子到班主任那儿去磕头。你不好好学，你以后干什么去？女生啊，干什么去？我干什么？你管这干什么？对，老师跟老师也为你好啊，大不了当小姐去，对吕先生当小姐去，对老师董文红班主任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这学生呢把班主任扔到这头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最后那个班主任，因为班主任也40多了，这班主任，那你有个学历，你是高级小姐吧？就跟学生到这种程度，老师跟学生，你知道吧？领导来之前，哎呀，太乱了。这我来最早接触的学生都是这样的。在做一个高中试验班。尝试一个全新的一个教育一个模式，我们做了大概会2年的时间了。就是我们这个模式中间有一个特色，就是游学。我们这个高中试验班当时创办的时候就是在江苏的一个乡村，我们在那里就待了半年，学生和老师就在那里学习生活，参与所有的跟当地社区的结合。哦，它里面有活动室，哇，还有乒乓球的。对呀、啊。嗯，那现在我们的这个教育的试验的基地是在广州，跟广州的一所学校合作。但我们这个游学是每年都会要进行，所以我这次本来是在找一个新的游学的地点，然后请梁老师在隆重的推荐裴天琛，他说你来了绝对不会后悔。因为游学不仅仅说是简单的换一个地方来学习嘛，我们看到的是它的背后的所谓的跨文化沟通能力，你跟不同的社群、跟不同的人群去打交道，体验世界的丰富性，来帮助他理解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啊，在这个认识世界过程中间，你开始逐步逐步认识自己，最后也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这里面还有学生才曾经在这里上过学吗？我在这里这边毕业吧。哦，就是在原来的学校就设在书院里面。对。过去我们这个书院500多年是没有中断的，那就是住在陈栋家里面呢，还是说学校里面呢？学校里面还有地方住吗？那就看他们要什么样的生活条件。我们是最简单的生活条件，只要他有能够做成像旅馆那样。对，我们打地铺那些都可以的，只要他有地方。那这个就好解决了。对，简单是吧？但是现在城里的学生，我们都好像普遍比较娇贵啊。是感觉我们有好校长这么苦，没问题，你放心。我们主要中国人现在独生子女缺的是精神，对，缺的是实践，对。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物质不缺，对，缺的精神，对。那如果从这样抓起，那我们就更有意义了，对。不，这种游学对他会影响他现在，对他孩子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他去参加高考一点问题没有，他所有的知识该学的在这里我也全有。哦，但是我会把它重新设计一下，我们设置成叫做所谓的行动学习的课程。它既有很多实践性的，这个知识性的学习的每一个知识点一个也不会少。像这一块你觉得费用会怎么样？费用的话，意思下吧，啊，到时候我们几个商量一下。行。我们这边学生过来以后有很多的一些事情或者一些活我们也可以参与起来做的。对对对对对，我知道，今天有18个劳动力。好的。真正适合你的是什么？如果你认识还是很混沌的，即使你考上了北大清华，那我认为我们这个模式在这个学生身上可能是失败了。因为我们所有的理念，无论前面是什么样的一个设计和动作，最后的我们希望做到的目的就是我们写在教室黑板上面的那一个标语一样的东西，就是两句话嘛，认识世界，找到自我。然后他们咋教，给我们发现实验题，我就刚好是1:1了。
你可以不扫地，你可以不做饭，但是只要你享受这个服务啊，享受这个公共空间的话，就是你不肯干的话，你交钱嘛，你交钱给下一个帮你干的人嘛，你花钱买服务嘛，你假如你自己又不肯服务又不肯交钱，你凭什么享受这样下一个帮你？没意见啊，我们现在是把这意见全部提出来之后，你看，小钱肯定不行，要不就是15块一次。哇，这么贵啊！涉及到他人或者说公共领域的事务，必须协商决定，这我们的原则。也就是我们这里不想要任何的所谓的挂在墙上的规章制度。讲座你愿意听就继续听，有些小专题的研究，你愿意参加就继续参加。特别是我们如果说还有高考的，你特别高组的，你的专题研究可能更多的是针对于在这高考方向的一个研究性的一个。你愿不愿意上课，愿不愿意参加某个模块的学习，我们认为这是纯粹属于你个人事务嘛。你这堂课你自己对那有没有兴趣，你完全可以回宿舍或者去自己在课堂上做别的事情。你是自己有充足的完全的自主权和选择权，但你要承担所有的后果。从小学开始呢，就开始对学校有很大的偏见，所以说就不喜欢上学，从来不喜欢上学，一去上学就上课不听讲。葛立明来这里是因为他父亲在一个媒体的报道上看到了对全神班的一个报道的内容，他觉得这也是他一直要找的一个教育模式。他前面两年，他都没让葛立明去上学，觉得现在的学校对小孩的伤害太大了。争分夺秒，最早联系的其实是苏一乐，因为苏一乐爸爸那时候跟我们同事嘛。我的名字叫苏一乐，今年刚好18岁。未来的梦想的话，我把中国这边所有的省全部走一遍，去开个便利店，当便利店老板。How we going to do it？ 他问我能不能保证苏一乐未来能够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他说你能保证这个，那我们就可以放心。走啊！你妈刚才又打电话来，你知不知道？那现在到底是怎么计划下一步？你下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打算？因为你这个所谓的去模拟高考考一次，你妈反正翻来覆去就说也他们也没有想法的，征求你的意见，家里也没有给你压力。骗子！就我现在感觉就是下学期的这个到底在哪？他们有没有明确意见？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意思啊！他们就这样，就我现在感觉我做什么都是错的，就感觉没有什么东西能靠谱。这个事情是必须要尽快明确下来的。我们再过一个多月，我们再去游学了嘛。就当时我很痛苦嘛，那一个月的时候，他们就感，我就感觉我很有错嘛，我感觉我待不下去了。我在那个地方，在杭州的时候，我就感觉我一点待不下去了。我吃个饭我都战战兢兢了，我就觉得我上桌我还被批评，就是那种批斗的那种人。那边我就很受不了，我就说我想回广州，好像我不哪天我不高考了，就是好像就是，就真的犯罪了，我感觉我在他们面前一辈子抬不起头了，那这样的话我还不去死，我是这样的。谁办了梦想啊？谁梦想是我许的？谁办了梦想？那你现在怎么看呢？对你以后的高考？你现在对你以后的高考怎么看呢？如果你继续待这里的话？我就证明这条路走对我没有用，我就压根不喜欢读书，你让我读书，就按照那个，我们不是这边来了一个新老师吗？他说我这种行为就等于就是用我的青春来证明他们的错误。这个顺序你就这个每个人自己来调了，就是数学和物理的高度结合，甚至数学占了
占的比重还不低的，是吧？因为要给家里有个交代，要争取一个继续留在这里的机会。这两个就是说，那我们这里又没有平时的成绩单，那他说只能用，那我来参加高考来试一下看，高考的分数那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东西嘛。Yes, this is my book.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酝酿着新一轮的学校活动类课程的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变革。那么我们的舞蹈节呢，也是在这个探索和尝试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侧面。现在很多学校从高一一上来开始，平常的考试评价就按照高考的题目就拿来做，就按高考来评价。你说应试教育也好，你说对学生的限制和压抑也好，就说如果没高考，哎，我们就会怎么怎么做。其实这是假的，没高考他就不会做。然后先就是申购部总结，因为就是有一些安排知识总结的内容。然后呢，第二项就是世外梅兰优赛，因为今天下午是决赛最后一场。他全正心踏踏实实的打，下吹牛靠实力说话，实力不是靠对吧什么来体现的。我们的思想观念是越来脚步越来越快。咱先看看各书院都是什么活动，你先了解。登记什么的是什么？活队，就有一张表，叫活队。活队谁给的？那个教导处编了。不能做这事儿，艺术会能做这些事情是吗？老师让说艺术会。谁说的？您征求副院长同意了吗？教导处那个安排的那个几个学生问我啊，说能不能在艺术会上来做这个，会考信息报名的那个核查事情。然后说校长已经来过了，啊，说不行，那我说校长不行就不行哈，是不行，因为艺术会上本来是讨论事情的地方哈。这个事儿是定义成了我们书院长作为主持人的一个学校的一个课程，那你这课程怎么随便的就是做起事务性的事儿了？这肯定是书院长的责任吧？学院提供的那个四个领域的学科课程，中心提供的是另外四个领域的活动类课程。我们书院提供的一些书院议事会、晨会这样的一些公民教育课程和一些学生成长过程，学生他有时候不清楚，但是这课程的老师和主持人是书院长，书院长必须把这个关。这次再明确一次，第一，你们那儿的方式必须得改，如果再出现一次什么又核对信息什么的，你们这部门就解散了。解散高一高二，我们说我们不是面对高考，你不要管高考是怎么考，如果不是高考，我们应该怎么评价，学生应该怎么学习，到底真正的是什么，那个是你要建设的，你要自己去做去尝试，所以我们现在在积极的建设这样的东西。南楼里边，对，你就在南楼里边跟他们说这些东西一样的。行，反正尽快回来，因为这边人手肯定是不够的。等大波僵尸，哇，家长可能这么觉得。你们记住早点回来，好吧？这个六十是对，六十二七十。比如说我们俩人带一个妈妈去招了。请跟我们走。我呢是来自高二的刘亦薇，也是今天的一个志愿者。哎，那同学，
我想问一下你那个走班制是怎么个？走班制是吗？对，走班制呢其实是针对高中部的。高中部的高一高二的学生，他们在入学的时候会被分到不同的一个书院。这个书院呢就是他们将今后两年一个学习生活的地方。在每个书院里面呢，他们可以针对自己喜欢的课程、喜欢的老师进行选择，没有固定的班级，但是书院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总和。北大附中高考分数线最高的时候是在非典的时候，就是说明北大附中就是它的特点在于，这都太俗了，这说的都太俗了。最高非典就是北大附中的特点，这个学习能力最强在于自主学习。开始他们的学习生活都是由学长团，我们的学长来带领他们，也就是说学长团的成员是由高二同学组成的。然后再比如说高一他们新入学军训，一些各种各样的困惑都是由学长团的同学来帮助他们。从他们一进到学校，首先见到的人就是我们。说高一高二的时候是资本主义社会，到了高三又回到了封建时期。因为各大赛事的参与的话其实是没有机会参与的，高三基本隐形了。因为高三跟高一高二是两个世界，到了高三之后就被封闭到了五层和六层。其实不特殊，主要是因为高一高二在改，显得我们很特殊。其实我们去年之前的模式跟我来参加工作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嘛，都是我们很传统的那种，很班级班主任负责的那种。高三你也别害怕别人说你是应试，就高考就没当成真正的学习。真正学习要凭兴趣啊，要有发现啊，不是固定的东西。他这就是死的，标准答案就是这个。我要跟学生讲呢，我就是说它更像是一个游戏，人家定了一个规则，咱们有输赢，你玩还不玩？你玩就按这规则来玩，不能按你的想法去玩。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说说教育改革的话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各项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措施也已经浮出水面。例如，表示国家层面的高考改革方案仍然在研究制定过程中，专家组呢已经进行了多轮的讨论。别着急，两天了，咱们如果这两天好好利用，时间还很长，两个二十四小时。一个是杜宇老师的情绪，杜宇老师的情绪，对老师的压力很大，对咱们同学的压力也很大。所以咱们说嘛，这次咱们有两个目标：一，超过一班；二，咱们的目标就是以一个什么样状态、一个什么样成绩迎接咱们的父母。好多同学都举手，说明状态非常好，咱们再坚持下去就可以了，行吧？好，今天604打水啊，早点准备。为父母，为父母，为自己，别让。好，二就下啊。三七四三，大事小事都一盘。江关英语，华里华，岳平原，毕竟然，岳远强，三顾春山，三顾平原，天下地，两庄开心，老司机，出师未捷身先士，乔兴万里进。好不容易让你见家长干什么呀？有什么事啊？哎，犯错。犯什么错误了？点中老师。学校。他们为什么总觉得头发跟那个学习成绩有特别大关系呢？还有男女生关系。虽然我没有，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大关系。只能靠成绩考核学生，学生只能靠成绩考核老师，就这样，就这样一连串的嘛。老师就只能这样，你不规矩他，他就不可能好好学习。咱也不能跟国外人那么自由散漫的，你愿意跟谁搞对象搞对象，愿意跟谁拉拉手拉拉手，那也不现实。中国是中国的国情。但你要弄基础，这个在河北省这块的称为这是真理，本一数就是真理。他不相信你这是，你比如咱们说李校长搞课改的，在这考课改。六加一课堂怎么？你宣传这个，你给老百姓宣传等于没宣传。你给教育行业的人讲，他能理解。哎，这样有利于孩子成绩提高。但是你有多少人是从事教育行业的，对吧？
你到政府官员他都不知道，他也不懂教育，他只看你的高考数，只看你的本一数。老百姓送他们这个学历，就是希望他能上大学，上好大学。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你们谁就是要，你们光是分分分，你们光追高考升学率，那个学校不追率追什么？现在我的这个激情教育，现在我的高校六加一课堂，我就是按照素质教育的这些理念来推进的，我素质教育更能提高成绩。这事儿办有点辛苦，再得听听你们的安排。以前我们的观念是不考虑代价的，破坏性的开采，以失去他的兴趣、青春、身心健康为代价，那取得的那个成绩是不足以看。这是我们对高考的一种态度。那招生大会没交吗？为什么要告诉他们？招生大会你要知道，即使你是诚实的、率直的，即使你是诚实的、率直的，人们可能还是会欺骗你。人们可能还是会欺骗你。不管怎样，你还是要诚实和率直。不管怎样，你还是要诚实和率直。什么叫驱动力啊？特想干事儿。因为前几年都是先动高一高二，先别动高三。你动高三，马上这个影响太直接了。那么在我们高一高二已经做得相对比较成熟的时候，我觉得有这个基础了，高三我也要动的时候，去年五六月份我们就提出来了一个方案，那马上就炸了锅了。就是一个非常突然性的消息，因为状况太乱了，只要可能会出现一个说啊，学校可能是出于好意这样的言论，都会被攻击。第一个就取消班主任嘛，所以呢，家长在这一点上是尤其的不干。传统的那种备考方案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就是给学生很大的自主学习的空间。所以我们的桌子，校长说你可以让学生面朝南、面朝北、面朝东，就不能面朝西。为什么呢？因为西边是黑板。你校长说这是个理念问题。你如果一旦学生面朝西，这老师就习惯不习惯就开始讲了。怎么想的？从头到尾，我们怎么设计的，怎么去做？讲完之后，在台上别人形容是说，讲完之后这家遭到家长的围攻。首先就是他们在说高三被王征校长当成了一个实验品，被舍弃了，就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因为我们从最开始做这种改革呢，给大家的这种印象，就是说我们想做的事儿，我们是一定要做的。所以包括这，我们有很多北大的子弟嘛。告诉大学领导，就说不能让这个校长乱来，大学得出面，得制止，要么你们把校长就得撤了，就得怎么怎么样，是非常激烈。一二模的整体后期的一个统的一个安排，安排啊，就是一二模的一个整体分析。你先分析呗，我先分析，可以，对对，你先分析，我先分析再说吧。啊，对。一二模都考完了，那么咱整体情况，咱们现在还包括跟咱们前面那个目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距离？明确的导师负责制，也就是说，我们后期这几个六个老师要同心协力。第一，导师是第一个负责人。当然，我们最有实力的选手呢，实际上还处于一个潜伏的一个状态。起码报过新的人数呢，已经超过60个了。但是，是不是这些人都能考得上，对吧？所以咱们60的目标能完成，这是一个很大的。但是学生就是说，大家真是想做教育。那么现在的这种体制，或者说是戴着手铐脚镣还得跳舞的事儿，但是真正想放开了跳舞，是每一个做教育的人、做老师的，他都向往的事情。所以只要有机会，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和条件，我们就一定会做这样的尝试。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直接起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些老师，对于学长团此刻的运转，认为他们是无所作为的。你不能够让学校说，哎，这有一些接待任务，你来完成吧，这没有意义。
我们学长团会作为一个引导者的角色，教会高一的学弟学妹如何去参与议事会，如何去参与讨论。这是我王征校长刚接手学校的时候，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办了一个学长团。你现在咱们跟别的学校，比如十一也走课，还有别的学校也有什么什么的东西，可能跟他最大的不同就是有学长制的这种存在。相对于我们要做的学长制，学长团要做什么？大家思考这个事儿，是不是就行了？建立这些平台，不在这儿。你有一个手机，你有一个平台，你才能表达。但如果咱们有一个手机，一直有一个，那这个时候就很像一种谈判，因为学校他拿着筹码，然后我们要不断的说服他把这种东西交出来，让我们来做。咱们要做不是能，但是不能，而是在官方定义里写。我们可能当时就是情绪比较激动，因为我们不断的被要求又被否定，然后我们当时就有点崩溃，就觉得学校你要干什么就直接提出来，不要再一直这样反复的来去逼我们这样做事。那现在想想的话，其实当时的那个过程也挺回味的吧。不行啊，学校规则谁定的？哎，这就是我们的。什么规则？一切党政联席会啊？啥？党政联席会。那你去告诉大家，不管怎么样，总结一下。你不是出去发言的，就是出去总结一下。我刚才一直在琢磨什么东西呢？不是说这事儿能不能做，我认为本来就该这么做。三年前你做这个，说把这些学院给分开，然后呢成立一个个套餐组，让学生去选的时候，我就觉得孩子的特点是不一样的。我不管你培养目标是什么，你培养目标可以，我也同意，它不是高考的这个唯一目标。但是谁对你这个目标负责？我觉得这个地方必须得，你才能动。其实我们拿高考的学生去做这样真正教育的尝试，到时候他要转过来高考，高考又不能差。那个你就那么做，可能别人能看到结果。这个你还不太会做，你做完了费了很多劲，可能别人并不觉得你这样好。我们做前面的教改，一是说对高考的问题，就真正做这事情本身压力也还是挺大的，要做很多的这种探索。对对对。明天晚上我们就要去游学了，所以这个最后的我们的信息需要在这里预先跟大家沟通的。我们待会一进火车站，没有这个牌子，人马上就互相找不到了。一定要时刻高高的举着。我们要是找不到人，就是这个牌子。户外活动的时候，这个风险它确实是存在的。你即使在做再多的一些周密的一些准备和计划，你有时候也很难避免有些意外会发生。从广州出发是经过东莞、东到惠州、河源、梅州到龙岩，火车只能到这里了。如果说真要出了什么意外的事情，那你没有任何人替你扛了。那这一点是考虑过的，我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你有没有更多的选择，只能自己来背着。但是我们真正要去的地方，培训村是在这里，我们还要再转两道汽车，才能够到达这个村里面来。你还没看过车子怎么弄？不是看不看你只有七个座位啊，你那意味着有的座位七个座位的文玩玩的空间就很大的呀，你要知道。我们的可以上车的地方是很多的，主要的高考主教是在一个最好的一个我们的平台，就是高考主。凡是想在这一块能够做出点事情的，他必须要有这个担当。上一周去了上海的时候，他们马上要把学生带到敦煌那里去嘛。如果你正式去申请教育，肯定不会批准。他说：“那他自己校长自己做决定，我就带着学生出去了。”他说：“我出去的时候我就做好准备，回来有可能我就是手上戴手铐回来。”但是他觉得这个事情对学生有价值，那我校长就愿意担这个风险去做。这个事情就是跟我这个想法差不多的。17个学生，6个老师，全部过来了。坐。高考，高考
那你们是高几的？高二的、高三的？我们高一和高二的，有几个高二的想提前一年来试一试，我们就在这里来参加模拟高考。哦，这里参加模拟高考？对，他高考的题目一出来，我们也跟他设一个考场。对，没错没错没错。也可能就设在这里，这里就是我们变成一个高考的考场。这可以的。是不是这一个信号？我的硬盘呢？红云，我这里查到有一个。红云盘。六兆的。刚刚出来一个新闻，英语2017年开始退出统一高考，啊，英语了，今年开始退出啊，2017年开始，2017年还早了，就是今年入学的高一，对对对对对对，他们就不参与，这样子很好哎，差很多嘞。高考组的前面的布置的很多东西，现在自己可以开始进行啊，我们应该要自己主动一点，不是说没有组织这个开始学习，后面就没事干了。我们的阅读待会就要讨论的，高考组的赶紧要抓紧。有吗？这里有没有？要平凡，要动员，要决心，要拼命，要奋斗，要追赶，有我们壮怀激烈，拼命赶集，有我们一起疯狂，一起来了，有我们。中水中学在哪里？河北，河北。整个河北的这个简直是搜刮干净了，那些尖子生。坚强信念，是我2014年高考新的辉煌。首先，对他争议很大。今天助力我们，他的高考成绩是很牛。他一个起来的，河北的其他的一大批学校都倒下去了，把人家好生源全都挖过来。实际上，从2000年衡水中学的高考成绩，重点大学上下人数在河北省已经占据第一位。当时我记得是当时是750几个人，这个数当时在整个河北省所有中学里边是最高的，就重点大学上下人数。2000年、2001年、2002年，报纸出来，我当校长以后。干的第一个事，你这知道？对，那时候抓流氓、抓小偷，对，蹲科，晚上一宿不睡觉。对，我最有感触了。晚上我们拿着棍子巡夜，蹲科一蹲一晚上，到蹲到第二天早晨起，这个学生起床以后，哎，这波就车又换一波。那时候确实。头天晚上屋里盖多晚，第二天早上照样跟着泡汤。真是，领导干部就是那样，真的非常不容易。这就是我当校长时候的校门，那破烂不堪。我当校长，当校长的时候就知道呀。当时就认为这是教育的神话，这是个教育的神话。一个农村地区薄弱高中，不到10年的时间里边快速的崛起，它本身它就是这个神话，让每个孩子都有志向。干部一鸣敬，全国的激情跑操，都是从空中跑，学过去。不是从90年代咱们开始形成，要的一种激情。我们那个五个里呢，就是把校园建设激情燃烧的乐园。就从这篇报道以后吧，一下子爆炸起来，各地的教育局都发文件去衡水，所以因为衡水中学、衡水出来名，都想把教育这一块做大做强。我把一个国外学校。从一个农村地区的薄弱高中办成一个全国名校，我能不能把一个处于低谷的民办学校办成一所学校？坚持自己的理想，我要以饱满的热情、刻苦的精神、坚韧的毅力，创造五条。为什么一个快要倒闭的学校，我要按我的想法改变一个学校，去改造一个学校，去为中国的这种教育趟上一路的。您认可不认可？但是我要会走上一路的。2014年全国高考今天拉开帷幕，各地采取。今年全国报考人数为939万人，较上一年增加27万人，高考人数连续5年下降。Yeah.
四分钟。今年全国高校招生计划698万人，比上年增加了400人。为保证高考平稳有序，各地普遍在。知道你男朋友知道吗？哦。我。来，谢谢。准备了。我生日是6月7号。这是我们第一次比较重大的一次考试了，虽然我们是模拟考，但是也是对我们检验。伴随着这一声清脆铃声的响起，2014年北京高考终于是落下了帷幕。这也意味着全市7万多名考生正式结束了。我们来关注高考。结合这两天的考试内容，多数的考生表示题目接地气儿，问法很新颖。在记者了解到，昨天呢，装有语文试卷内容的服务器运抵北大，高考阅卷今天启动。你过来比较好，你赶快把这组织一下。他这个现在单人合影呢，最好给他弄成几个人合影，他不然他照不完呢。好，看字。欢迎大家参加北大附中2014届学生毕业典礼暨成人仪式。每一次参加学校的毕业典礼，其实对我来说都是一个珍贵的回忆，因为我也是附中的毕业生。那么我是80年，这个是入学的通知书，是在1980年的7月30号。那么附中这些年一直在进行不断的改革和发展，习总书记有一句话说，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我想北大附中是注重传承的，它从一代一代的发展到今后不断的变化，我想改革还是会是它的主线。那么就是这个社会它的需求是多样，一定有一部分家长，他哪怕说我不让孩子考那么高的分，但是我希望他健康成长。有没有这样的学校？哪怕他是少数，哪怕是小众，他需要这样的学校。所以我一直认为一种多样化，一种多元的，是这社会发展的一个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一个地方。我也期待，我也相信，走出附中以后，他们会有自己美好的未来。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遵守宪法和法律，正确行使公民权利，积极履行公民义务。像每天早上6点起来背书，然后一直学习，然后中午的话可能会睡个觉，然后下午继续学，学到晚上的时候。我从高一的时候就是这样想象我的高三生活，但后来又改革，然后又说上大课什么的，然后就有点变化。因为从高一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概念一直在不停的变化，如果一直不变的话，或许我对它就会丧失一定的信心。它变化意味着未知，或许它能创造更多的财富。现在是最高的是思维乐，阅读这个得分率是84.2，这个就相当高了。4号星期四，国家关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今天正式发布。
自恢复高考以来最为全面和系统的一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全面启动。全国多地相继传出高考改革的消息，江苏把英语退出高考。